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很特别的产品，让你惊呼地球上居然有不主动加一滴水的牙膏。没错，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款特别的牙膏，希云多效护龈牙膏。那它到底特别在哪里呢？特别之处一就是效果极佳，多效护龈，看名字就知道是一款护龈的牙膏，针对口腔溃疡、牙龈出血等问题，承诺七天无效退款。这种底气源于这款牙膏的实力，当之无愧的口腔溃疡克星。长过口腔溃疡的人应该知道，长了口腔溃疡那是真疼啊。我们这款牙膏就是当你很疼的时候，只要刷个牙就能很大程度的缓解疼痛，并且会加快愈合进程。通常如果你长口腔溃疡大概5到7天愈合，那么用了希云多效护龈牙膏之后，大概3到4天可以愈合，并且疼痛程度极大的减轻。如果你是重度口腔溃疡患者，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但是依然复发频率很高，那么希云多效护龈牙膏就是你战胜口腔溃疡的最后一战了。相信我，用了之后你绝对会爱上它。特别之处二就是成分极佳，配方极致。之所以说它是不主动添加一滴水的牙膏，是因为整个配方体系中的水都来源于植物提取物，三重护龈因子，菊科植物加柠檬酸锌加中草药三七萃取精粹，中西结合形成保护膜，保护口腔黏膜，缓解牙龈出血，促进口腔溃疡修复，维护口腔环境健康。而且特别添加专利成分 SimLive 100精粹，有效抑制口腔中的两大有害菌，达到很好的抗炎抗菌效果。特别之处三就是泡沫丰富细腻，使用感极佳，用后口气清新。采用更温和的表活，甲基椰油酰基牛磺酸钠和椰油酰胺丙基甜肽碱复配，起泡快，泡沫丰富绵密。市面上绝大部分牙膏均采用 SLS 作为表活， SLS 本身在泡沫量、清洁力、价格等方面非常具有优势，但是医学研究证实，牙膏中的 SLS 可诱发和加重口腔溃疡，导致口腔黏膜干燥，发生细小破裂，导致牙齿遇冷过敏。所以我们用更温和的表活替代了 SLS， 对于整个配方做了非常多的调整，让其在没有 SLS 的情况下依然泡沫丰富更细腻。此外，添加超细腻摩擦剂水合硅时，具有非常好的摩擦和去污能力，除去牙表面外来物质，微纳米级小颗粒可深入牙齿缝隙，轻松摩擦牙垢，不伤牙釉质。海洋薄荷口味，清朗舒爽的薄荷留兰香组合，微风带来丝丝水韵，仿佛置身于清澈碧蓝的海湾，清波徐徐，自在舒爽，让你口气清新，倍感自信。最后一个是最最最特别的，就是膏体了。我们可以挤出来看一下，特别漂亮，紫色珠光膏体，不含色素，不含天然云母，紫色是功效性成分带来的，非常的温和安全。希云多效护龈牙膏，颜值和实力并存，从此刷牙是浪漫愉悦的开始。